地球的点缀，Russian 的 YouTube 个人频道。2023年4月2号，Russian 拍摄于台北市士林双溪河滨公园。黄渤王与黄秀柔第138天的相处情形，他们两个正在樟树上休息。黄渤王被一直解绳索。黄渤王，黄渤王不要一直解绳索，不要一直解绳索。好可爱哟、哦！黄渤跟黄秀柔在樟树上休息的样子非常可爱哟、哦。黄渤东张西望、不知所措的样子。黄渤跟黄秀柔在海公丘，风景多的海公丘。有新的在做台风，黄渤王、黄秀柔，你有感觉在做台风，还是海海公丘啊？人类体型较大，鸟类体型较小，风稍微大一点，人类感觉不像台风，鸟类的体型风就有点像台风。黄渤王出来玩，不要只解绳索。然后摇头，出来玩不要解绳索，回去就会把你的绳索给解开，在外面不能解绳索。哦哦，风很大。哦，有新台风无？黄渤王、黄秀柔，我刚刚那个台风顶过。风够大诶！有啊，想要徛袂住。黄秀柔老神在在，黄渤王拄好想要徛袂，不要一直解绳索，黄渤王。球的点缀，黄渤，不要一直解绳索，没听到。出来不要解绳索，回去就会把你放开。黄渤，出来不要解绳索，没有听到。外面不能太放轻松，把你放开，外面一定要绑绳索，回家就会把你解放。黄渤王，看这，黄渤王看这，黄渤王看这看这看这。
王博王，不要一直忙着解绳索。王博王，好接。王博王在家都是自由活动，安安静静的，地球是没有任何观念的。地球非常的广大，王博王若是不绑绳索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大。他可能会喜欢上地球，跟以前养的紫豆人一样，飞走就没有任何消息。王博王，你真无用哦。风伤大，无好翕。风太大，不好拍。结束。